所以讲到佛，既然说为了了生老病死了，结果为什么81岁走了？人的生命是不是有自己可以做主使他活到呢？好，古书上很多，现在没哈。啊，好，你们不知道，当年我学佛修道的时候，常常碰到人说：“哎，你不知道我那个师傅啊，300岁了。”在哪里？哦，在某一个地方，反正乱扯一顿很多。你看道家的书，正朝那个袍婆子说啊，他是道家的人啊，在乱。袍婆子是国红啊，是神仙。他那个书呢，就说修道的人啊，扯谎话乱扯的很多。他还亲自看到过有一个老先生啊，是活了，哎呦，这个。正巧到活了800多岁了啊。他这个人跟袍婆子讲，孔子生的时候啊，还是妈妈抱到我就抱过他，而且我还摸摸他的头，你将来一定做圣人。那个从古到今扯谎的人很多的啊，所以讲生命这个东西，生老病死怎么去解决它？又在禅宗标榜参禅是了生死，生死怎么了啊？我们先拿自己来念咒。